Hello，口袋舞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重庆 Vibe Dance Studio 的车车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刘心妍小朋友，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了爵士舞嗨呀的分解动作，我们一起学习来吧。上一期给大家带来了第二部分的分解动作，这一期呢我要带给大家第三部分的分解动作。我们荡下去，双手提起来。同时迈右脚，我撩起走，右脚交叉，然后转圈的时候稍微留一下头，我撩起走转，回到正面之后，出左脚、右脚，然后手的动作，右手从上面拿下来，好，左手的动作是从额头往前，对，好，然后双手我撩起走下，对。然后我们身体给一个 body wave，从胸传下去，in 大，好，然后手和身体并用，无聊吸走，in 大，然后往右拉过去，拉的时候双手打开，然后右腿往右滑步滑过去，对，无聊吸走拉，然后荡下来，出左手往下。拳头捏紧，回到左边。好，这个时候人站直，右手放在胸前，左手放在胸前的同时，人转过来。对，然后双手从上边抓一下，抓的同时，我们的右腿再往右边画一步。来，手脚并用，五六七走，抓。好，然后我们左腿再往左边，五六七走。抓，然后，对，手，双手从左边往前，好，来，五六七走，抓，画过来，然后上右腿的同时，双手往下架起来，人，对，整个身体荡下去，然后抬头的时候，出左腿，对，手架起来，好，这个时候是手掌，然后收右腿，同时手，对，架在这里。好，五六七走，收，好，然后出右腿，好，这个时候手不动，胸往右，再往右，然后一个 rolling，转了之后又收右腿，然后一打，二打，三打，四的时候往后，对，手打开，交叉，出左脚，站在这里，然后右手。推，in，用力，然后收右腿，好，然后最后一个动作，蹲下来，跳起来，踢，啊，回到正面，五六七走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打、六、打、七、打、八、打、一、打、二、打、三、打、四、五、打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易错点就是我们这一串动作有点快，五六七走，伸右腿，抓，五六七走，抓，然后手打直薅过来，对，五六七走，抓，in，滑过来，动作幅度抓要大一点，五六七走，抓，滑，下的时候是上右腿，下，站起来的时候架子架稳，然后。收右脚，好，这里有点快，来试一下，五六七走，哒哒哒哒哒，好，这是第一个易错点。然后第二个易错点就是我们手架在这里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这个架子就是不要摆得太正了，可以稍微弯曲一点，对，然后这里手肘的位置要抬平，就是不要这样吊着。好，
在这里之后，这个侧面的动作还是头、身体、头、身体。好，然后正面五六七走，一打二，五手一直不动啊，五六七走，一打二。我们这支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，然后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吧。